周宇在这次比赛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啊。他呢在这个半决赛里边是战胜了郑培峰，那么在前边啊他是战胜了许昕。许昕呢也是像刚才刘伟讲的啊，就是可以说带着疲劳啊，也带着伤病啊，参加这个比赛，这个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另外在这次比赛中也涌现出了一些年轻的啊有特色的选手，比如像这个郑培峰啊，他进入了前四啊，他是来自福建的一个运动员啊。另外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孔令轩啊，这次表现的也是非常不错，但是这次呢他是负于了黑龙江的于子阳。啊，我们先介绍比赛情况。樊振东发球，0-0。擦网。那我看在网上开始喜欢这个樊振东的，这个樊振东的粉丝也越来越多，啊，就是说这个。小胖啊，他小名叫小胖，嗯，所以呢我看这个网上也是吵得挺热的啊，关于他的生活的习惯啊。当然呢这个粉丝量最多的现在还是张继科马龙啊。马龙在这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拿到了这个胜利，成了大满贯得主以后呢，他这个乖乖的形象更让人家引起人的兴趣。那么张继科这次呢和马龙到了这个鞍山以后啊，也是引起了广大球迷的兴趣，有很多人专门就去看他们了。那么张继科尤其是拿这个乒乓球亲吻的那个动作，我看现在最近在网上的照片上啊，嗯，是比较红，嗯，啊，就亲吻的乒乓球，而且把乒乓球呢主动打到看台上去，嗯，啊，这也是他呢和观众和他的粉丝的一种回报。确实，就像蔡老师说的，全国锦标赛的这个舞台啊，给年轻运动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嗯。这个非常非常好，有这么多高手，就像试金石一样，来这个考验他们的这种各方面的这个能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个这些，也是乒乓界群星荟萃的一个舞台。嗯。那么鞍山的这些球迷观众确实是大饱眼福，这个从里约刚刚归来的这些冠军们都悉数到场。嗯。啊，现在看到的是周宇，这也是一个天赋非常好的运动员，啊，他是左手横握球板，啊，弧线球结合快攻，他的身体的灵活性，啊，和力量、速度、灵敏，啊，这基本素质都非常到位，嗯，所以在这次比赛中呢，他一直闯到了决赛中，啊，而且他是战胜了许昕，啊，在这条线上，像这个方博，啊，这个郑培峰、林高远、周宇、许昕。啊，在这条线上，可以说这个周宇呢一骑独住，啊，最终呢是进了决赛。樊振东这条线也是有很多的好手啊，包括像孔令轩啊，啊像郝帅，啊包括尚坤，最后在半决赛中呢还有严安，啊都是这个樊振东在这条线上，樊振东呢最终呢是进入决赛。嗯，这个非常好，刚才蔡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背景资料啊。就是从这个进入前16，16进8，8进4，4进2，一路走过来，如果说对手都很弱的话，打进决赛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儿。那么刚才蔡老师介绍两个人的这两条线都是战胜了谁上来的，大家也能够看到他们都是碰到一些这个强手闯进决赛的。尤其是这个周宇呢，作为92年的这个运动员，这个从8岁开始在这个濮阳训练，这个后来进到这个八一队，他们两个人都是代表八一队打球。那么周宇也曾经拿过全国的男单冠军啊，对，嗯，他跟方博打决赛，我记得有一年他是跟方博打决赛，最后他拿了这个男单冠军。所以可能大家看到樊振东的这种，在画面上电视上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机会比较多，其实周宇呢出道也比较早，
也都是已经是这个全国锦标赛的男单冠军了。哎，周雨还和你是老乡吧？应该不是，他是江苏人啊，江苏，但是他是江苏人，就是他这个濮阳乒乓球学校呢，他是全国招生啊、哦，当年他是从江苏8岁就到了这个濮阳，在那个郑老师、这个郑红他们手下这样培养出来的、嗯，也拿过很多的省里的。这个运动员的成长，他一定是就是省里的冠军，全国的一步一步这么逐级上来的、嗯嗯。所以现在呢，作为全国以前的这个全国冠军，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中国男队的主力阵容里边，这是他下一步要努力的这个、目标，哎，目标、嗯、就等于是逐级的这种进步。没错。啊，在前两天呢，刚在濮阳进行了世界乒乓球冠军的挑战赛，那么那也是这个刘伟教授的故乡啊，也是这个周瑜起步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现在全国呢有很多的地方都培养出了很多的运动员，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九比七，所以他能够培养很多动，你像这个鞍山。在这次里约奥运会大概就有5个人参赛，有一些运动员呢都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代表的是这个外国，那么有8位世界冠军，所以可想他这个整个这个城市的乒乓球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所以他这个我们采访他这个体委主任黄凯啊，他就向我们介绍，他说这个鞍山重要的就是打造乒乓文化，另外呢就是也是现在呢，就是国球为国民服务这一块，怎么让更多的人受益于乒乓球？所以他们开了很多的夜球场，每晚上大概都有上千人在这个夜场去打球锻炼。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和那个吃完饭以后去散步概念就不一样了，就更加丰富多彩。我们也希望鞍山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好的运动员，同时也希望能够在全国的乒乓球健身方面树立典范。漂亮。嗯，11-8，反正能胜第一局。我们看两个人不仅是队友也是搭档，那么在男单决赛当中又相遇了，那么应该说非常了解，知己知彼。但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樊振东这个实力更加雄厚，但是在这个比分他赢一局的这个情况下，让我看到这个樊振东的这个动作更加简洁，更加合理，让我们看到周雨的这个正手的杀伤力不是很大，他反手应该说还是周雨的这个优势，主要这个得分点在于他的这个反手位，正手呢在这个搬出台不出台以及这个对拉当中，周雨的这个起手好像有点低，他失误的这个球好像这个出界的比较多，所以呢未来这个周雨在下一局也好，未来也好，正手杀伤力是他所要突破的一个点。在感觉在力量上好像还不如樊振东是吧，樊振东显得更扎实的感觉。对，你看樊振东现在就是紧紧地压住周雨的这个正手，在实施他的一些战术，让周雨在正手这个就连续给他，刚才这板球是连续给了他3板，就是这叫什么呢，死盯住对方的薄弱环节，对方这个没有这个还手之力，那么等到对方这个一发不出力来的时候，这个樊振东再加强他的这个进攻。没错。
三。那么现在周宇呢，就是在保护自己的正手，应该说牵扯他的这个精力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摆脱呢？你看这个就周宇的特点，反手快撕斜线非常棒。但是在这个樊振东压住周宇正手的这个情况下呢，周宇一定要有化解的球。目前来讲是这个应付的比较多，那么在等好的这些球一定要有正手穿直线的这个球。目前来讲呢，这个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球的这个出现。三比四。应该说左手在比赛过程中比右手是占一些便宜啊，他这便宜占在哪儿呢？就是左手少，右手多，所以右手在训练的时候大部分是和右手练，而左手呢在训练的时候大部分和右手练。那么所以这样呢，他对右手比较适应，而右手相对来说和他接触的时间要短啊，这是他占便宜的地方。漂亮，这个球漂亮，大家还可以观察一个细节，你看周宇的这个正手位又使用了这个交叉步。其实正手使用交叉步过多的这个情况下呀，不是一种好的现象。最起码这个他这个步伐脚底下没有根儿，另外一个呢就被对方啊打动了，就是被对方调动了。这就是一个机会球，正手的杀伤力不够。我们的运动员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没有忘记啊，到基层去推动乒乓球的发展。比如这个樊振东和丁宁啊，就到了烈士山社区啊，到那儿去专门跟运动员啊，跟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互动啊，推动乒乓球的发展。当然，另外呢还有两波啊，一个是到啊千山啊，有八个世界冠军到那儿去啊，这个和当地球迷来互动。另外马龙呢特别还赶到了他的这个上小学的地方专门呢到那儿去和他的老师同学们去见了个面。据这个鞍山的这个乒协的秘书长李阳东介绍，明天就是鞍山的一个世界冠军叫张超明天要举行婚礼。那么这时候呢，大家听说这个消息以后，特别是马龙首先说我当伴郎，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运动员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每个年轻选手都要走到这一步。张超也是世界冠军，是的，是混双的。跟曹真曹真在2011年曹真呢是两次混双世界冠军，第一次是2009年和李平拿到了这个混双的冠军，对又和张超拿到了世界冠军。对，我曾经跟曹真说，我说你比我棒，因为我跟王涛不是三连冠嘛，但是我说我是一个人啊，你是两个人啊，对吧？你这种并且是连续两届嘛，所以曹真这个双打能力跟水平还是非常棒非常高的。你看这局周一咬的就比较紧了，8-7，现在领先一分。对，这个两个人应该说还是非常了解，这个樊振东的这个正手杀伤力要好于这个周宇，周宇的反手非常突出，也就是樊振东两面实力平均，但是周宇呢特长突出，特胆也突出，两个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比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比拼，我认为周宇目前就是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上，就是正手位不要着急，由于自己想发力，造成一些失误，而是正手呢以打落点为主，减少失误为主，这个一旦有机会再发力。现在10-7了。周宇应该说对全国锦标赛决赛已经很熟悉，因为他过去打过这个比赛。
走，反拉。嗯，你看这个周宇的这个步伐应该说这个还不够很扎实，就是一旦调动他正手之后，调右压左也好，或者说正手中间正手这个右半抬的这个位置上，嗯，还是由于步伐的这种不扎实会出现一些漏洞。嗯，9-10，这个球发的位置非常好啊，是中路偏正手，这个位置呢，反手去拧的话呢，如果角度稍微偏一点，也不太好上手。漂亮！你看，周宇退台之后的这个失误率比较高，嗯，所以说他一定要坚持在中近台，而不要退到远台。嗯，一旦退台之后，他优势不在。并且刚才他应该是10-7领先，第一局输了，这一局的胜利对他整场比赛来讲至关重要。他刚才其实在10-9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叫一个暂停。嗯。你看，如果说这一局由于10-7领先没有拿下0-2落后的话，就应该说不能说大势已去吧，最起码这个樊振东心理上就会非常踏实。嗯，但是你如果说整场比分1-1的情况下，那就不一样了。没错，就给他会给樊振东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压力，出手就不一样了。樊振东从第二局非常可惜，结果樊振东啊，在7-10落后的情况下，嗯，最后呢反败为胜。嗯啊，这个周宇是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对，现在是0-2落后。啊，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在鞍山进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在刚刚呢举行的女子单打的比赛中，打的也是非常精彩，是攻消大战。结果呢，四川队的朱雨玲啊是战胜了4-0就战胜了山西队的武阳，获得了2016年女子单打的冠军。那朱雨玲呢，不仅仅是拿到了个人冠军，在团体比赛里也代表四川队拿到了团体冠军，武阳呢拿到亚军，同时山西队也是团体的亚军。第三局比赛，好，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周宇呢在整个的发展中这几年成功的很快，其中一个原因据了解呢，就是他和这个张继科呀住一个房间。他说张继科，我看这个乒乓世界在采访的时候说张继科啊喜欢喝茶，有红茶啊，有普洱啊，喜欢喝茶，那么有时候呢也请他喝茶，但是他说对他鼓励最大的就是，张继科呢，一般呢他这个说话并不多，但是当这个周宇呢遇到困难或者这个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技术上受到阻力的时候，张继科往往能够很简短的一两句话，点拨他，让他一下就豁然开朗。所以这个对他来讲，他说这个跟奥运大满贯得主住在一起啊，对自信心的成长很有好处。其实中国乒乓队这些年轻运动员的成长和老运动员的帮助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0-3。嗯，确实，我觉得这个中国乒乓队这个优秀的这个集体啊，它传承的是一种精神。不仅是这个冠军精神，还有很多优良的作风。嗯。包括这个男帮女啊，有很多无名英雄。明白。他是这个有大局观，培养运动员的这个集体主义精神，大局观。嗯。你看这一局，刚才那一局没有拿下，这一局优势已经不在了，并且樊振东的这个出手随心所欲，正手这个穿直线，反手发力斜线，这个是右手打左手的最佳线路。嗯，这也说明樊振东放开了，是吧？如果当时要打成1-1，可能就可能还得拘谨，相对是吧？有点压力。对对对，你看这一局，这个小胖同学已经跳起来了，现在看他这个脚下生风，这个手上两面发力，八面威风的那个感觉全出来了。势不可挡了，所以这个乒乓球真的是瞬息万变，在这个实战比赛当中，你看这个球，就刚才的10-9的时候，周宇应该要一个暂停，
把这个比分锁在1-1，那这个比赛还有点悬念，是吧？嗯、还有这种机会。啊、可以看出来樊振东的基本技术非常扎实，啊，在打球的时候呢，他脚底下站得很稳，这个拧拉质量也很高，如入无人之境了。你看，接发球全台反手拧，周宇反手确实非常棒，刚才一个漂亮的攻防，就是防守反击。先防守之后，这个樊振东没有准备，之后自己再发起进攻。4-2。3-7。3-8。蔡老师，像刚才第二局啊，就是在这个周宇10-7领先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战机，是这一场球的这个战机。应该说这个周宇刚才就是没抓住刚才那个战机，看他现在还能不能就是反败为胜。你看这个周宇中间位还在使用反手，这对于男运动员的这个比赛当中，这种战法就有点落后了。嗯，落后是什么呢？中间位不要说中间位了，男队的这个打法就是什么呢？全台用正手进攻你，那么现在都已经到了中间了，你还在用反手，说明什么呢？第一，反手是他的优势；第二，有点太过于依赖反手。嗯，没有使用正手，放弃这种得分的机会。当然用正手的话也是他的一个薄弱环节，也就是对正手的一种不自信。11-5，樊振东胜第3局。啊，这样樊振东以11-5又取得了第3局的胜利。啊，回过头来看，就是周宇在第二局10-7领先的情况下没有把握住这个机遇。嗯，其实把握机会啊，也被看成是乒乓球运动员一种能力。刘维，你认为，嗯，把握机遇这种能力，嗯，啊，它体现在它的什么素质上？我认为这个就是什么呢？这是运动员如何把握战机。一场球其实只有一个点，就是只有一个战机。你哪个点是扭转？你比如说落后的时候，哪个点是扭转局势的？哪个点是扩大战果的？就是，我觉得真正的王。真正的王者，真正的冠军应该是什么呢？谁能把握住动态中的比赛，谁为王，谁是冠军。嗯，也就是这个比赛，你看动态中嘛，你不知道是在第二局他领先的时候，但是作为他来讲，他能不能看到？那么这个战机的捕捉在于运动员经验的培养。没错，就是这说明什么呢？因为刚才就是10-7领先，被追到10-9的时候，周宇就是很快的去接发球了，这就是一个经验上的不足。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想扩大战果的时候，输怎么样要慢点输，赢要怎么样快点赢。嗯，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就是比较懂事儿，是吧？嗯，比较能抓住这个时机，就是干嘛呀，这个战术打顺了就快点打快点赢，输怎么样慢点输。对，
对吧？慢点输，对。状态不好的时候，抻一抻。对对对，所以说被追到10-9的时候，完全可以用暂停来打乱这个樊振东的这个整场的这个节奏，因为他有这样一次机会啊。你比如说现在0-3了，他暂停还没用，现在用，现在用的话。还有用吗？不如那个时候合适。还有用吗？嗯，对不对？用处不就不大了，对不对？嗯，1-3，这就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对，好时间要用在时机上。2-3。那乒乓球和其他运动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球很轻，球很轻了以后呢，就要求你呢这个肌肉神经系统要非常的精细，比如这摆短，你稍多一点稍小一点都不行啊。这个就是可以说那个力量是以这个几分之几的，比这个两啊一两二两的那个重量可能还要微细的多。可是这时候呢，就出现一个问题，就受什么？受你呼吸的节奏影响，受你心跳节奏的影响，受你精神状态的影响，啊，这就是所谓的心理素质。那么，当你心里有变化的时候，你这个手上就没准了，是吧？所以呢，只有你把心，啊，练就得非常平，你这时候你的球才能够非常准确的。4-3。现在周瑜已经没有退路，啊，就是背水一战了。只有这一局作为这个吹响他的反攻号角，如果这一局再抓不住这个机会，那就像女子单打一样，啊，这个武阳就是0-4，啊，被这个朱雨玲连续的这个攻势给打垮，所以武阳啊就获得了亚军，朱雨玲啊获得了冠军，四川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同时，四川的朱雨玲获得女子单打冠军，啊，真是全国锦标赛的双冠王。那么，朱雨玲也是这个全国锦标赛女单啊三连冠。嗯。那么这个成绩呢，是以前庄则栋老先生曾经在全国锦标赛上能够单打三连冠的。啊。嗯，非常难得。5-5。这次奥运会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了，大家其实最放心的还是乒乓球，啊，觉得这四块金牌跑不了，嗯，是吧？有底心里头。5-6。确实，中国队的这个领先啊，不是领先一两个人，而是在这个意识、思想、技战术各方面的领先。嗯，并且呢，这个。团队这个团队的这个队伍建设，这个非常的这个安排的非常好。明白。这个你看，这个里约奥运会，马龙、丁宁夺冠。那么现在全国锦标赛上，后起之秀又涌出来，就是像朱雨玲、樊振东这些，就等于是当打之年的这些运动员，都已经开始跃跃欲试的想登上这个国际舞台了。嗯嗯。漂亮！刚才周宇这个动作也是带有一个晃的动作，看着像斜线，突然拉到直线，所以乒乓球的假动作要很好的研究啊。在过去的时候，老一辈运动员的时候非常强调这个假动作，嗯，现在好像呢，速度更快，力量更大啊，但是这个假动作的强调好像是6-8，我感觉好像在这个不是特别强调，嗯，啊，这可能也是一个。一个未来的一个还是要考虑，就是，这个最高的战术境界就是出人意料，攻其不备。嗯，其实攻其不备，出人意料。嗯，都是啊，要在假的这个动作上，就是刚才刘伟说的佯攻，啊。这就是这个在上升到这个艺术性的，是吧？打球打出这个艺术性来，那么除了这个有实力，
完了我还有这个动作上的这个漂亮，嗯、是吧？还能够让这个内行人看到这种美的感觉。嗯。现在对周宇呢，已经刚才呢是第四局没有退路，现在是8-7，啊，周宇应该说还有机会。这次那个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我认为，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产生了一些新人，可能对乒乓球界的人士，觉得不太明显，但是对我们广大的球迷来讲，你比如说这个朱成啊，来自江苏，他进入前八，那就进入到国家一队了，啊，包括呢这个，像郑培峰啊，虽然说过去呢也打过一些好球啊，这次也是。进入到了这个前八啊，也是直接就是作为国家一队。那包括女子的选手啊，像这个王曼玉啊，本身也是在国家队，但是像孙明阳啊，宁夏的运动员啊，这个是等于是宁夏啊，又等于我们乒乓球有了这么一个选手啊，包括啊像后面的像湖北的张瑞啊，也是像云南的王艺迪啊，这个都是。我们过去不太熟悉的选手，那么由于打了前八名，都可以直接进到国家一队。啊，中国乒乓队领队黄彪也讲，就是说，啊，这个国家一队、二队啊，他这种竞淘汰机制啊，也是对运动员的激发非常重要。9-8，现在周宇领先一分。这9-7领先，自己拿发球权，连输两个。那么打到这种关键球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种自信的体现。那么确实从整体实力上来讲呢，樊振东两面的实力非常的这个平均，实力也很雄厚，但是还是有机会的。也就是这个两局关键球的这个处理，尤其是现在9-9又进入到关键球的这个领域里面。9-10。还又迎来了一线希望。啊，脑子清楚是第一位的，必须要坚定。10-10。你看这个球就属于是这个。技战术艺术化还达不到，这个反手一撕完之后，正手不是自己的优势，完了侧身造成失误。其实完全可以调右压左回来再用正手。嗯，漂亮。哦，等好了这球。啊，这也是樊振东的技术上的一个特长啊，就是反手反拉的时候，这板球的力量非常大，像鞭子一样甩出来。啊，这样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11-10。11-11。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冠军争夺战，每一分，对于年轻的选手来讲，啊，都是人生的一种搏斗。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锻炼出来的这种素质。啊，这也是中国运动员啊所具有的这样的条件。拉起来，啊，这样呢，转眼间周宇啊又迎来了一次转机。啊，可以听到有这么多的这个小球迷在喊啊。嗯。啊，这就说明这个鞍山啊，乒乓球氛围还是非常足。13-11。就觉得，哦，这个球又擦边。嗯。反了一局。所以这个周宇先拿下一局以后呢，就是1-3了。啊，这个对周宇来讲，后边还有机会啊，擦边了。因为你觉得到目前来看呢，好像我们还认为樊振东的优势要相对大得多。嗯，那你觉得周宇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下，如果你是他的教练，你会对他讲些什么？
我总觉得周宇的这个技战术就是结合他战术再结合他自己技术这个这种情况下还没有最大化的就是把他的这个特点突出出来，其实也就是在细小的环节，比如说他这个正手这个去不了直线，他可以去点这个樊振东的中间。你看周宇的反手是厉害是吧？对，他的反手这个防守，反手的主动进攻，反手的发动，应该说都是周宇的这个重要的得分手段。但是呢，就是如何扩大战果，就是反手创造出优势来之后，正手如何一锤定音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环节欠缺。那么欠缺这个环节的情况下，正手在没有杀手的情况下，不要就是还是要减少无谓失误。2-1。这球非常漂亮。我们看周宇的这个反手撕斜线啊，台内撕斜线，就看他们两个人一左一右。我刚才说了是左右手的这个大战，其实也是一个战术的体现，就是这个反手撕斜线的这个球也是樊振东，你看刚才这个球也是这个右手打左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得分点。这就是左手的厉害的这一拍，这一板球上这个王楠啊，过去给我们留的印象最深，他这个角度别得很大。对，周宇现在呢吹起了反攻的号角，在0-3落后的情况下扳回一局，现在在第五局又以6-2领先。我们看周宇这个反手上，这个不仅有杀手，还有节奏变化。他现在的主要战术是给小胖反手轻的，给他正手大角度是重的。这个不仅有左有右，还有前有后，这个节奏变化、落点上的变化，使他在这个第五局当中，这个目前来讲7分吧，应该说主要的这个得分手段。是的。现在的樊振东，如果说想要把比分追回来啊，他一定要从接发球这个环节开始。现在这两个运动员都是解放军队的男队教练王浩啊所执管的选手，所以这个王浩的这个整个比赛的经验，3届奥运的亚军，可以说他这个经验非常丰富啊，把很多的经验都传递给他们，对他们的成长很快。王涛呢作为解放军队的领队啊，就是曾经一再强调的，就是解放军队的运动员首先要有解放军的精神面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樊振东也好，周宇也好，在精神面貌上一直是不错的。战斗作风非常顽强。最近见到了前国家队的现在欧洲冠军的谭瑞武
他非常有感触。他说现在呢，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乒乓球啊，和国外我到欧洲去相比，我们的群众基础太好了。他说呢，真正的国球为国争光，国球为国民健身服务，在这方面他也希望能多做点事儿。而且呢，他也希望啊，这个运动中的这个明星啊，他看到了这个几次比赛中明星的效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粉丝，所以他发现呢，这个呢是推动乒乓球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第四板，7-7，这一局看这个7-3领先又被樊振东追平的这个情况下，这个周宇如何面对？也就是这一局如果说咬不住的话，这个这一场比赛就结束了。现在也到了最后的这个坎节上了。漂亮！你看这个现在的这个樊振东啊，这个战术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就是他应该连续的给周宇的中间正手，使得周宇在移动当中出现步伐上的这个漏洞之后，他的正手也会造成一些误位失误，就是也就是必须得从周宇的正手上来这个找分儿。所以说他不要轻易的，就是很自信的，就是给到周宇的反手，那周宇的反手绝对不含糊，是的，马上就给你一个颜色看看。所以说不要尝试。现在就是什么呢，对于樊振东而言，他的提高就是什么，到了这种时候就是执行战术的理性化。就是该去哪儿去哪儿，你不要犹豫。擦边了好像。9-8，这是一个运气球啊，这是运气。因为周宇在这个第四局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球，是吧？你看这没办法。9-8，8-10。周宇说擦网。其实是一个樊振东的一个偷袭发球。裁判判樊振东赢。判得分了是吧？对，周宇。你擦网应该你举起手，一边举手一边接，是吧？这就是一种经验。没错。现在8-10，周宇发球。好的。这反手确实是很棒。是吧？在这种情况下，有压力的情况下，樊振东上手的情况下，还能发力撕出来。反手确实好，有底，说明是吧？现在9-10，还落后一分。半高抛球，摆短回摆，反手拉起来形成相持，结果周宇侧身中路的一板拉，这个球力量并不大，但是呢，位置还不错，大家看，就这个球拉到了。中路偏反手一点的位置。这个球周宇啊拉了个高调。嗯，拉了个反手高调，樊振东没有借上力。如果他真能发出力来，樊振东刚好借上力。是的。嗯。这样打到持平。操！哇，这球拧得非常有力度，全是暗劲儿啊！暗劲儿就是说这个摩擦球摩擦得非常实，所以出来球比想象的要转。就是刚才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而周宇呢就是如何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而樊振东是怎么样抑制他不让他发挥出来。对，就在这样的控制与反控制中来进行往前走。11-10。发球直接得分了，这样周宇又拿回一局，12-10。我们请刘伟给大家点评一下，尤其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
这个在国际各种大赛中啊，这种例子不少，就是连反四局。嗯，那么这个呢，刘伟，你是怎么看这个情况？就当一个人一旦他出现零比三落后了，嗯，肯定要扳回来的概率是低的。嗯，但是呢，也出现了不少奇迹。嗯，你觉得这里头需要什么样的素质？确实这个。随着比分往前推进，如果刚才就像蔡老师说的零比三或者三比零，两个人面对的这种情况比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两个人的心态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作为周宇零比三落后放手一搏，他比刚才就是更放得开了，出手更果断了。那么对樊振东来讲，他所想的就是说，可能周宇是不是会放弃了？这个球，这个今天大局已定，是不是？他这个有侥幸心理，在等待着胜利的来临。那么对于樊振东而言，那这一局，我想他会更加严谨、更加谨慎的去打这一场球。嗯。那么对周宇而言呢，就是零比三。那个放松的心态下，现在又到了二比三的情况下，嗯，周宇还能不能像零比三的时候那个心态去出手？出手就是很果断。嗯，另外一个，在这两局的周宇的这个胜利当中啊，他对正手的保护以及战术的使用更加合理。嗯，就是反手发动，反手得分，保护住正手，这个打得比较严密。那么在这一局第六局当中呢，樊振东肯定会向他正手发起进攻。嗯，那么也就是看周宇正手对自己的这个正手的这个保护，你看肯定是这种球比较多，正手能不能护住正手，这是保护住是第一前提，之后在保护住的前提下能不能打出一个好的落点，再就是不要着急，就是他一打正手了，好像抓住自己的这个薄弱环节了，一着急发力，他又会出现过多的失误。嗯，所以这个乒乓球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到这很多的辩证关系。嗯，啊，其实呢就是我们的思想方法，啊，看问题的观察的角度啊，和抓住主要的矛盾啊，这一系列的思想方法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啊！现在周宇发球，破两比五。你们看到小胖这一局借力借得好，这个主动的发起了进攻，就是不是在等待胜利。这次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我们所有的这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都聚集到了鞍山啊。特别在团体比赛里呢，像张继科、马龙都是亮了相，而且呢引起了球迷们的极大的兴趣。同时呢，他们又我们的所有世界冠军又分成三队到了这个基层去和乒乓球这些爱好者进行去互动。所以也树立了这个乒乓球的良好的形象。一比七。刚才我们也说了明天呢是世界冠军鞍山籍的运动员张超的结婚日，所以马龙呢也主动的申请他是伴郎，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到时候有这方面的一些报道，这也很有意思。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运动员为国家付出了努力，争夺了荣誉之后，他们个人的生活也是幸福、开心。二比七，七比三。嗯，我们看这个樊振东啊，打比赛松松紧紧，他可能会要暂停了。就是前面一口气儿打到这个六比零。现在一口气儿一松，现在又被追到这个三比七，所以这个比赛不仅打技战术，还打这个体力精力。这个精力你一定要有延续性，不是打一口气儿，
而是就看谁先拿到11分、嗯、而不是打领先、嗯、比赛不是在打领先、嗯、你光说我领先了我松一口气被对方反败为胜了、嗯、这个东西没有说头是不是 嗯, 嗯，也不是一个有力的语言。我总在跟这个北大的这些学生在讲，他说哎呀今天输了0-3，完了以后这个发烧了，或者胶皮没粘好了，或者说有点放松了。我说你那都是括弧里边，0-3，赢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胜者王败者寇、嗯、你如果说0-3输了括弧发烧，对吧、嗯、你可以理解，教练可以理解你、嗯、但是绝对不是你的说辞。没错。好，我们来看最后啊，到底冠军属谁，是樊振东还是周宇？但是无论是谁啊，他们都是解放军队的运动员，所以这枚冠军已经是解放军队所获得了。确实，你看，在这个男双他俩冠军，男单冠亚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半决赛输给山东，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八一队是有失误的。那么在这种先打团体的失误的情况下，应该说这个八一队这两名运动员樊振东跟周宇在这个全国锦标赛当中的这个自我调整的这种能力还是不错，哎，能力非常好，做了非常好的弥补，对啊，拿到了单打的冠亚军和双打的冠军。是，一般像这种情况，单打如果说是冠亚军的实力的话，基本上就是团体冠军了，嗯，对吧？漂亮，6-7。周宇终于正手拉了一个非常质量高的球。这个樊振东看来对这个自己兄弟不忍下手哈、啊，领先的这个情况下，这一刀还是砍不下去啊。嗯、挑打。这个球樊振东接发球啊，在这个进网的控制球是高了，所以乒乓球之所以就是说它这个要求精细就在这儿，尤其是网前球，你稍微一高，那就基本上死了。嗯，因为在网前，嗯，确实，你看现在这个在第六局的周宇正手穿直线拉球，包括挑打的直线全出来了。嗯，这都是非常好的得分点。这些球一出来之后，对整个战术上的布局，嗯，等于是你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子，在那儿有一个子，对对方起到了很重要的牵制作用。没错，让对方让樊振东的顾忌比较多啊，都是下意识的。现在7-8。哦，漂亮，8-8。这个球樊振东打得非常聪明，嗯，就是退台之后打反手，打住反手，嗯，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都是在谱的，就是你这个进台打正手，退台之后打反手，这是樊振东对付周宇的今天这个比较有效的落点。没错，同时也看出来这个樊振东在步伐上比周宇还是要稳。啊，你看他这个，在移动的时候腿是站的，真是站如松，是吧？很稳定。嗯、对。所以他这个由于下肢下盘很稳，所以他上盘用力的时候就传导非常好。对，那是根儿，那是发力的源泉。嗯。啊，其实周宇还是有机会啊，如果把握好的话，打成3-3，这就很难说了，决赛局、决胜局。嗯。现在周宇发球8-9落后。周宇今天打得非常顽强，嗯，很有韧劲儿，但是樊振东的这个风猛，哦，发球发得不太好，出台，啊，被对方冲了一板，这样到了赛点，对。今天，啊，这个应该说世界冠军最多的城市就是鞍山了啊，他们有8个世界冠军。那么他们现在呢，这个观众啊在现场感受到了这个全国锦标赛的最精彩的部分。漂亮，这般反手撕这个斜线非常到位，这有点这个非常帅哈，这板球打的有点像将军拔剑的感觉。嗯，
这个战术我觉得非常美，是吧？正手一个高调，反手一个前冲，嗯，有节奏上的变化，落点上的变化，嗯，正手慢，反手快，对，而且这斜线一撕，撕到一个大角度上，这样还有一个赛点，9-10，9。哦，哇，漂亮！这个球，这个绝对实力啊！嗯、这球发球抢冲啊、嗯，在自己的预算之内。对啊，这样樊振东就战胜了自己同队的队友周宇，为解放军队拿到一枚金牌，那就是男子单打的冠军。那么到目前为止呢，男子团体的冠军是上海队，亚军山东队；女子团体冠军四川队，亚军山西队；女子双打是文佳和陈幸彤啊，是辽宁。啊，这个男子双打是樊振东和周宇，混合双打是刘诗雯和林高远，是来自广东。然后男子单打冠军啊，就是樊振东；女子单打冠军啊，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是朱雨玲。啊，最后我们请刘维给大家做一个整个的点评。啊，那么通过这个刚才蔡老师给大家播报的这个七项冠军，已经这个花落谁家，已经大家都非常清楚了。那么随着全国锦标赛的这个结束，让我们看到中国乒乓队这个整体梯队建设的这个胜利。那么在这个马龙、丁宁、里约奥运夺冠之后，现在又涌现出了年轻运动员樊振东和朱雨玲。更重要的是，这个樊振东在这个里约报名的情况下没有出场，那么他这口气儿一直憋着。那么在最近的中国公开赛以及这个鞍山的全国锦标赛当中，都夺得了这个男单的这个金牌，让我们这个祝贺樊振东，也祝愿中国乒乓队越来越棒。好的，那明天呢就是世界冠军张超在自己的家乡鞍山结婚啊，马龙做伴郎，我们希望我们的运动员生活幸福。好，观众朋友，这期的转播就到这里，是由刘伟、蔡萌解说评论的，谢谢各位收看，再见。再见。